cells. These are miniature motors that fuel our bodies, maintaining our energy levels from cradle to grave. Yeah, the mitochondria, like the battery, does drain over time. If we don't recharge the mitochondria battery, we won't have the energy needed to run the cell. And if the mitochondria doesn't function optimally, then these early signs of aging begin to appear.最新科技鉴定出红酒中的关键成分就是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注意，其中包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学者们。哈佛医学院的 David Sinclair 博士发表了他的最新发现，白藜芦醇能够增加老鼠30%的寿命，并且能够预防肥胖，同时增加动作的灵活性，以及保护它们免于糖尿病。这份突破性的研究发现被发表在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杂志上，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而白藜芦醇的发现也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中最具革命性的发现之一。 David Stipp 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只有回到抗生素还未被发现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现如此博大的治疗潜能。研究人员找来容易发生心脏衰竭的仓鼠，在饲料中加入能增进长寿基因活性的白藜芦醇。瞧，这是出生6周后的仓鼠心脏。出生35周后出现肥大、心脏衰竭的现象，但有食用白藜芦醇的仓鼠，心脏就趋于正常。果植物中所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可以有效抑制癌症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可以增进临床放射治疗的效果，促进细胞凋亡的能力上面啊，相当的不错，至少都有一半以上上面的一个效果性。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多酚的一个成分，那也陆续研究出来，它有很多各式各样对于我们生理上面的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效果。饮食高油脂，日常生活更是烟酒不离手。在这种糜烂生活下，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191个国家人口进行最长寿国家调查，法国排行3呢？美国则排行24。同样高热量食物下的法国与美国为何有如此差别？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习惯于饮食中搭配红酒，而红酒内含有白藜芦醇。经以下资料佐证白藜芦醇的抗老化成效。现在让我们开始介绍白藜芦醇吧。